sorry， 我不吃螃蟹的，因为高胆固醇。我不喜欢吃黑胡椒。真的假的？到现在黑胡椒的东西我都不吃了，因为它很容易胀风，从头皮到脚底的药都有，皮肤痒的，眼睛干的，脸的凹色，鼻窦炎，上吐下泻啊，下去啊，痔疮，然后脚痒，脚底、身体、眼的全部都有。去那里找找Dr. Dan。